身在职场，当你被一群人孤立，会怎么做？合群，还是坚守本心？做出选择前，先分析一下合群这个事，是否一定要合群？莫言曾说，人为什么要合群？合什么群？和谁合群？在乌鸦的世界里，天鹅也有罪。你总关心别人怎么看你，但狼从来不理会一只羊的意见。你不需要合群，做你自己就好了。除少数因自身原因引起众怒的以外。 被孤立的根本原因是你不能与周围的多数人保持步调一致，因而显得格格不入、不合群。但问题的关键是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的规则和步调就应该被遵守吗？被孤立的往往是一个群体里最优秀、正直的那一个，要么工作卖力，领导满意，要么在污秽的群体独树一帜。总之，正是你的这种与众不同，凸显出周围人的无能和卑劣。 所以便有了抱团排挤，要么逼迫你同流合污，变得和其他人一样，要么打击摧毁你的自信，让你离开这个圈子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异己，让周围人寻求到一份安全感。被孤立了又如何？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一书中说，自由就是让别人讨厌。当你不惧怕被别人讨厌的时候，心灵就得到了自由。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任意妄为。 而是不在乎别人的态度，不盲从，不讨好，不刻意融入一群乌合之众口中的对与错、是与非，都与善良与正义背道而驰。被他们讨厌和孤立，恰恰说明你们三观不同，你没有被误会沾染。所以，与其说是身边的乌合之众孤立你，不如说是你主动孤立周围的人，远离乌烟瘴气的圈子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坚守美好的本心。 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被孤立了又如何？你可以继续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行为，继续做真实的自己，整个身心都是自由和轻松的，不被周围的沆瀣一气所累，活出自我，超凡脱俗。写在最后，杨绛先生曾说：“合群是最深的孤独，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，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失去自我。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。”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我。如果只有合群，才能把低劣的价值观当做日常行为规范来普及，请一定坚守本心，勇敢做一股清流。合群是走向低劣的捷径，孤独才是优秀的开始。